开门，给他们看看这个。不好吧？开门。师傅，我去看看。怎么样，可以吧？我喜欢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住在对面的那个女孩时，就告诉了自己，我一定要认识你。屁！那么多呢？说你说那个小子，明明长得跟个傻狍子似的，居然是我世界里的神。